89年老纪，喜提02年萝莉。你在这区区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不是检讨一下自己呢？你是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，你再大我几岁，可就能当我爸了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叫老爸总比叫老王好听啊，是吧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沙包大的拳头，一拳让你提前入土，你行不行？还提前入土？那我也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一拳超人其实是光头啊？哎，老王，你是不是特别介意我比你小很多呀？啊，有点吧，毕竟你这应该不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吧？大众？大众接受干什么呀？咱俩在一起还得需要大众接受啊？你要这么说也没毛病倒是。对吧？你看啊，你比我大13岁，想想也挺有意思的。你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我上幼儿园；你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才刚出生。你是有你这么安慰人吗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样的年龄差更有安全感。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有点聊得岔道呢？我才35，怎么让你说的好像53了似的？你要是真53，我还不跟你好呢。走，陪我去玩过山车。怕有我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就你这还张罗玩呢，又菜又爱玩，你这简直是。我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你看我都磕着了。你这都怪你。怎么能怪我呢？非要玩过山车。不是你要玩的吗？就你要玩的。啊，好好好，怪我怪我。哎，老王，你敢玩这个吗？这。啊，我突然得了玩不了跳楼机的病啊！别装啊，你要是敢玩，我就答应你个条件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条件都行。都行，你先玩了再说嘛，敢不敢嘛？我不信，你怎么保证？发誓。你这个手势是蹦迪吗？这是发誓，这是发誓吗？不是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什么条件都行。都可以。行，好的。要不你也上来吧。没事吧？哎呦我去，这差点给我送走，这谁让你那个条件那么诱人呢？怪你懂事。